三四月二日是世界地球日，总统蔡英文接咧有伫总统府内底接见环保团体的代表，未来总统赖清德嘛有到位，环保团体有表达制定碳费，政府爱赶紧做好减碳，嘛有讲到四十个环评案，还有防范湿地保护在争议在议题，伊嘛希望未来的新政府针对环保团体的建议，爱列入去施政的重点。反腐繁衍，重拾美好。大声喊口号！四月二日，世界地球日，总统蔡英文召往来，伫总统府接见环保团体。会前，环保团体的人打扮做台湾乌蝇，代表山都钓的陷阱，还乌蝇钓伤死亡的问题，呼吁禁用。伊嘛向蔡总统呼吁，赶紧制定碳费费率，甚至有团体希望五年空进前就制定。把过去呢没有解除列管的，加上今年的重新的提案，合计是90案。我们会交给我们的蔡总统，再转给赖总统，能够得到总统的承诺，国家能够尽快的在收取碳费跟制定碳税有新的进度。但如果太低的话，我们还是会提出意见来。国人协会店长四只环评案起咧，新任环评委员现看了，要求台电延期到七月底疫情保境，外界关心四只环评敢会定来。2050年要净零碳排，我们2030年就要。排碳要减半，距离2030年我们只剩下6年的时间，还是坚持要去做一个所谓的天然气电厂。6年后，我们的碳排怎么下降？中华环团希望政府把防范湿地划作国家的重要湿地，唔通阁设征订焚化炉。因为总统同赖清德冇参加，环团希望未来的新政府会当把好意见纳入未来的施政重点。这段期间呢，我也会去拜访这些主要的环保团体。那当然时间可能很赶，大家对减碳、净零、环境都有很大的企图心。那我会先来了解，然后之后呢也会非常重视这个像422地球日的这个 NGO 的给总统的建言的。对着环保团体的建议，准环境部长彭启明讲会做了解研究，已经和环境部长苏慧生联络，会听环境部的实际业务内容，也安排向环保团体请教。苏慧生讲，环境部的政府拢照进度咧进行碳费三项做法，也伫最近有个碳费费率审议会，也会召开第三届会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